Pero soy.把眼闭上。这款颜色深受广大男性同胞们的喜爱，只要涂上它，就能够轻松虏获万千男人的心。那你每天涂的都是这蓝色？我今天没涂口红。涂口红呢，分为厚涂、薄涂，还有咬唇妆。咬唇。算了算了，还是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吧。放轻松，小时候又不是没给你涂过，别紧张。我不紧张，我让你看。闭嘴！别嘟嘴。把眼睛闭上。画口红呢，要先画上唇，在唇峰的位置涂一个 V 字形，然后延伸到嘴角两边，然后再画下唇，把口红均匀的涂抹开就可以啦。最后再抿一下。没想到这个颜色还挺适合你的。嗯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嗯。啊，换个颜色，这支吧。啊，不用涂掉。只要叠加上去，就可以配出独一无二的颜色。你干嘛啊？别动，放轻松，别紧张，我别说话。这个颜色挺适合你的，是吗？这世界很酷。